林志杰这球刚想过来就拔起来就投啊。但是林志杰呀，浑身都是假动作。对。很感动啊，看着36岁的，真的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个赛季，就像苏老师所说啊，他在常规赛阶段可能真的是保留了一些东西。因为你很了解上个赛季的林志杰还有着怎样的能量啊，嗯，然后呢，来到今年常规赛的时候打得不温不火，然后经常个位数得分啊，对，可是球队赢了呢，确实也不需要他去那么的玩命，但是刚才啊，尤其是对李武豪那个封盖，真是让人惊为天人啊。对，林志杰呢，在过去两年当中啊，特别是2015-16赛季是打出了自己的。可以说生涯的最棒的得分表现，场均应该有15.8分，这球没有能够罚进，比较可惜啊。但是分。